就我脚就断气了，站也站不久，坐也坐不久，要蹲啊什么啊都不能。我太太是有照顾的，是照顾不来的话已经敲到头了，有影响到她的生活了。要希望屋子清洁住了比较爽爽快啊那种。 衣物多，杂物也多，天花板长期漏水。这里是慈济照顾户王先生的家。我们来的时候啊，都没有穿衣服的呢，衣服很多呢，到处都是衣服，但是找不到一件他可以穿的，因为全部都是尿味。爱的脚步走进这个家，慈济志工动员协助清扫环境，家具全部搬出屋外，彻底清洗。直接啊，又帮到我，弄我的家清洁哦，我很开心，很感恩。 孩子们也积极参与大扫除自己的家，得靠自己来维护。喜欢现在家这个样子吗？喜欢，我不是肝脏，有个脏肝脏会生病。志工还安排了庆生惊喜，简单却窝心，象征的是重生，祝福这一家人往后的日子能过得更加舒心。 台新闻林学群、彭敬贤，马来西亚报道。流浪者之歌系列报道，今天要带。